在旺季的时候呢，往往这块儿可能会有10%到20%的货物呢，会产生这个在港口积压的情况，会多待1周或者2周。那么这种船舶大型化呢，它带来的好处呢，就是说可以进一步缓解啊这种仓位紧张的状态。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时效上啊，都会有很大的提高。